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同学们来到关老师 TM 小教室，请同学们预备好宿敌，我们准备上音乐课喽。今天的音乐课，老师将指导大家吹奏课本第47页的《我的宿敌》这首曲子。透过这首曲子的练习，我们将更加掌握 B、A、G 三个音符的指法。吹奏前，让我们先来分析乐谱。这首曲子的节拍是3/4，共有8个小节，而每2个小节就重复相同的节奏形态，也就是它它它它它。接下来，请同学们一起读出这首曲子音符的音名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G G G A B A A B A G B B A B A G G A B G。 接下来，老师将指导大家逐行的进行指法和吹奏练习。在这里，老师要提醒大家，吹奏宿敌的时候，保持正确的姿势，并且使用运舌法吹奏。现在，请同学们预备好宿敌，我们来进行2个小节的指法练习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接下来吹奏第二行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第三行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第四行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现在，让我们进行整首曲子的吹奏练习。Track 31，我的宿敌，宿敌吹奏。现在，老师要挑战同学们以读谱的方式来吹奏这首曲子，请同学们预备好。Track 31，我的宿敌，宿敌吹奏。
同学们都做得很棒哦。只要同学们常常练习，一定能够掌握好竖笛的指法，吹奏更多动听的曲子。今天的音乐课就到这里，欢迎同学们订阅老师的频道湾老师 TM 小教室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会。